人赃俱获，我也不会离开我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说这学校怎么这么大呀？你没事干，你盖这么大一学校干什么？从宿舍走到教学楼都得脚一起车，我都觉得。哎，你说这冷子成的教室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发现没有？我们已经绕了一圈回来了。我发现了，那我他，张姐只给我他的课程表，没有跟我说他到底在哪儿上课。我，哎呀！ 哎哎哎哎哎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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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对了对了！喂喂，小芳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妹妹上课的地儿在哪儿啊？不是我问人了，那个不是我没人问啊，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嘛。你们双胞胎不是有那个什么心灵感应吗？喂喂喂！ 不是，他挂我电话，他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是好好待着吧，我再找人问问。那个，我往那边去看看啊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课。嗯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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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子晨啊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呗。 哎，一起看看电影吧。来，玩玩嘛。啊，美女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哎呀，他太高冷了，怎么不理人呢？那是，他以为他是谁？就是，真是。学院区。 子晨，阿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医生让你出院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到了。怎么了？好漂亮啊！啊，我听到你在电话里哭了，我就过来了。我不是说让你别来吗？你看你连路都走不了，你还逞强。那你在电话里都哭了，你还逞强？这人谁呀？ 这哥们腿都断了，冷子成小情人吧？冷子成换绝去了。哟，这谁呀？啊？哎，过来看看，快过来！他呀，就是从小和冷子成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邻居哥哥。我还以为堂堂医学院，怎么来了一个低端土气、欠档次的家伙，差点要叫保安了。闺女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子晨，那个我没事儿。 我就是看看你，好着呢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我们走吧。没文化真可怕，一言不合就想动手。你们小区的水平还真高啊！之前还来学校威胁我，要找我单挑。子晨，我之前可我后面没跟你单挑啊！我早就怀疑你们俩之间有问题，连阎罗王的课都敢请假，就为了寸步不离的守在他病床边。要说你们俩没私情。 我都不信，你们信吗？不信，不信，不信！太不信！魏明，是，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说子晨我不乐意。哎哎哎！小心一点啊你！你敢说你不喜欢冷子晨吗？哎，说呀，哥们儿，就是，说嘛，喜欢就说嘛呀！就是，是不是真的啊？说呀！我喜欢他，我一直都喜欢他。 我和永远都喜欢他的，哎，哥们够白了哎！可以，可以啊！这两个死不要脸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可以啊！啊！就这么收拾你！你这是杀千刀的，你该死呢！你真的能成吗？你就是为了这个狐狸精不要我呢？ 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好啊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振宇学院校长的女儿，我爸把我捧在手心，你就这样对我，你把我的骄傲跟自尊完全踩在脚底下，我好可怜啊！人人都说我是白富美。
但是你呢？我开着我的凯迪拉克这样的豪车，我抓不住你的心，你就是喜欢这个青梅竹马的妹妹。爽了，太解气了，快上车吧哈！啊，哎，子辰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免得我到时候笨手笨脚的又做事儿。现在我们除了要在你爸爸面前假装，是不是还要在你同学面前假装？你们俩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假装的？当然要假装了，在全世界面前，我们都是假装在一起的。子辰，今天没有太阳，你别晒被子了，我到时候来帮你晒。还有平时我让张，我让你那个室友帮你打牛奶。现在我就不跟他说了，你自己记得要喝牛奶，还有那个，马上考试了，你复习不要复习得太晚。你要知道我在牵挂你。假装的，瓜给砸中了吗？你干嘛一直苦着一张脸啊？你说他要是再遇人不淑的话怎么办呢？他？你说子辰啊？哎呀，你要是不辜负他，他怎么会遇人不淑呢？这谁？子辰？我和他就是假装的，这跟我没关系。假装的？哎，爱情之胜为负。你回来了，来喝点水。谢谢姐。你的微风水滴面膜到货了，我帮你取回来了。嘿嘿。
我今天到医院去看你了，他们说你已经出院了。嗯，你的身体真的没事吧？可别逞强啊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姐，我今天去惩罚了一对狗男女，气得我肾上腺素都快爆发了。我就上去啊，吼吼吼，替天行道。嗯，哎，嗯。依依，嗯，我真羡慕你的勇气，你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天看到你奋不顾身地冲上擂台，我一直都在后悔。我在想，如果那天冲上去的人是我，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哎，姐，你别想太多了。我爸不是说了吗，身体对运动员来说是最重要的资本。你想过没，你万一磕着碰着哪儿了，你损失的可不止一个赛季啊。可是我现在失去的却是十个赛季都换不回来了。谢谢。痛吗？我扶你去休息室，我柜子里面有药。慢点。很痛啊。尔豪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喜欢就是喜欢。喜欢上一个人，如果需要理由的话，那只是不喜欢的借口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？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还不会拿剑。常常一个人在角落看我练习，趁我在休息的时候，偷偷拿一红的剑来比划一下。剑不是这样劈的。让开，我来示范一下。首先，脚跟要对脚跟，张开，与肩同宽，蹲下。佩剑不要握得太实，这不是菜刀在砍猪肉。对准，用力，明白了吗？还是不对。首先握好，佩剑对准，用力。我看好多人找你聊天，你都不理人，我以为你不喜欢和别人说话。那些人是想找我出去玩，我没空。你不喜欢玩？如果成天都想着玩，就不会想好好练习。比起玩，我更想要变强。不出去玩就可以变强了？别人练习两个小时，我练习四个小时。别人想着去哪里玩，我想着怎样破解对手的攻击。别人在熬夜打游戏，我在睡觉储备体力。如果说我的对手做不到和我一样拼命，
那他们和我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。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？嗯，和你的姨父一样，替国家拿下金牌。好了。我还记得你说要成为世界第一时脸上那个闪亮亮的样子。后来你变得越来越厉害了，常常跟我一起讨论战术，一起练习。因为你，我开始觉得训练不再苦闷了。我开始期待每一场比赛，期待我们一起变强，期待我们一起拿到世界第一。去法国是一个很难的决定，我一直在等待回来的那天，等待你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变得有多厉害。果然你没有让我失望。你是让我想要变强的力量。如果我输了比赛，你也会很丢脸吧？所以我发誓，站上世界第一的领奖台前，我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。因为你，才会有现在的邓二豪。早啊。我们是不是打扰到了？废什么话，你们慢慢聊啊，我们先走了。集合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先歇一会儿。